这不是拄着我买给人心的衫，哪会放伫个遮？敢讲？人心。什么狗血！您拨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你是真心要跟我切断关系？有当作从来唔捌是西过冰山，我的朋友干那找啥人当一个人啊？不要紧，朋友会当国家，无啥物通可惜的。我哪会把这查出来啊？小姐，这是你的会员卡跟身份证，包厢替你安排好啊。在066包厢区底下，内底所有的设备拢有使用说明，你只要做就好啊。多谢。哎呦，这是什么物件啊？哪会这么歹？这是噩梦娃娃，你莫想伊歹，伊真厉害。伊若是按时困袂好势，你把这娃娃放伫你枕头边啊，伊甲你恶梦收收去，予你一夜好。敢讲我走人生，无资格予别人真心对待。我注定是一个人。